宁静的森林水池，作者阿江茶，慧明录音，法锦出版社制作，法云出版社出版。捉住一条蛇，阿江茶告诉一位新比丘，我们这里的修行是不去执着任何事物。比丘提出异议，但是有时候不是必须要我东西吗？老师回答说，用手可以，但不是用心。当心执着痛苦时，就好像被蛇咬到一样，而当欲望执着快乐时，也只是捉住蛇尾，只要一下子，蛇头便会回过来咬你。让这不执着和正念作为你心的守护者，就如父母一样，你的好恶会像小孩般的来叫你，妈妈，我不喜欢那个，爸爸，我要多一点那个。只要笑住说，没问题，孩子，但是，妈妈，我真的想要一只象。没问题，孩子，我想要糖果。我们可以去坐飞机吗？如果你能让他们来去而不执着，就没问题了。某些事物接触到感官，喜欢或不喜欢于是升起，而这当下就是愚痴。然而有了正念，智慧就能够在同样的经验下升起。如果你必须在那里，不要对会有很多事物和感官接触的地方感到恐惧。觉悟并不是只聋了或瞎了，每秒钟都持咒来防备事物的话，你可能会被车子撞倒的。只要保持正念，不要被蒙骗。当别人说某物很漂亮时，告诉仍自己它不是。当别人说某物很好吃时，告诉你自己不，它不是。不要陷于世界的执着或相对的见解，就让它去吧。有些人害怕布施，因为他们觉得他们会被利用或压抑。在常养布施之际，我们是在压抑我们的贪婪和执着，但这样能使我们真实的本然得到显现，并且变得愈来愈轻。